是一米一路。哎，今天恰好是喵儿没有戏啊，然后所以我们准备去武汉逛一逛。正好是我们的3周年纪念日，然后我们准备花100块钱的巨款为对方买一个3周年的纪念。这是一个挑战，我们只有100块钱，看看能给对方买到什么3周年的礼物。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挑战，就是我们今天一整天都会以情侣互换的这个挑战形式出现啊，也就是说今天一整天我将会扮演米老师，米老师将会扮演我。好啦，我们出门了啊，拜拜。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小鹿 Lawrence， 咱今儿就是准备去拍一个 vlog。宝宝，你看我戴这个水壶好看吗？你要说索普。啊，对，宝宝，你看我戴这个水壶，好看不？宝宝最漂亮了，你挡住我镜子了。你平时就是这么出门的呀？牛逼，就一天别撕下来啊！下来了吧？我下去。为什么电梯里这么多人？要帮我买吗？嗯，买。敷衍我？哎呦，没有。你平时吃饭不都是这样吗？这样就吃了。洛儿，咱今儿吃什么了呀？今天我就哎，今天就全程索普了。宝贝儿，亲爱的，呵，嘿，哟，嚯。不错，哎呀，我可太难受了。怎么了？玩不起儿？起步价？你得说索普。起步价？哎，叹什么气儿啊？做好事。你就会说这句。保里保气，你直接说。保里保气。上一期大家给我留言说了好多武汉好玩的地方，因为要选周年礼物，我们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江汉街。就是不知道有点囊中羞涩的我们能不能买到称心的礼物。 Your eyes are wild and deep, and I am lost at sea. I couldn't count on many. 呼唤当然没有结束，你要是上来就祭出了我出尽了爱张嘴的这个大杀器。我哪有张这么大呀？漂亮，有你喜欢的柴哦，柴柴，再给关进来了。兄弟，你吓死我了！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，他舔了舔自己的猫。人家只是没有见过土拨鼠。我要拍照。这个精髓抓得不错，我平时听到他要拍照就是这个表情。你平时怎么摆的？你要拍照绝学第一招，金鸡独立。你得噎一个。第二招，国际通用 V 字手。精髰是手一定要在脸旁边呈45度到90度。对对对，这个手要对自己这样。最终绝学，手脚合并，左右互搏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即便是我拍的照片，女朋友也会不满意。兄弟们，我们都一样。对了，光互换了差点耽误了正事。今天出来是要给对方挑3周年的礼物。你觉得好看吗？这个是129，买不起。这个是220嘛，这种就是有价可以砍的吗？单件没有价砍的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那我不戴什么好看。69。69。100块钱确实有点
有一丢丢捉襟见肘。您这有100块钱下的东西吗？开胶卷。一个胶卷啥也干不了，那不行。一次性相机都要150了。哇，石头，这是火山岩吗？这石头多少钱啊？石头。你干嘛？我不要。我问一下。简单啊，美不美？美。你都没看我，男人在一起3年就这个样子，还没结婚吗？你笑我？好吧，喝。你第一口都不给我喝，第一口要给谁喝？哇塞，挺熟啊！你认识谁是谁吗？这是谁？绿衣服。人队、篮球队、黑熊队、OK 队、蜜蜂队、流星队、Lawrence 队。这个呢，我的主队什么队？火箭队。哎。网队。真的？还有吗？我爱上这个游戏。扫码买。开发票，开我公司的。我也爱上这个游戏了，互换真的太解压了。预算紧张，在搜了一圈后，我们锁定了泰宁街的二手集市。我们都意外的很喜欢这里。生活原本就是一半清欢，一半烟火气。今天到了这个泰宁街啊，这里面有好多老货旧货，估计比那边要便宜一点。明儿把我轰走了，然后我先要自己去给他挑一个礼物。这个二胡能拉响吗？拉响可以啊。这个最低多少钱啊？这里你要100块钱。这一盘二手的要80，然后再加上一个磁带播放器，要最便宜200多。这个多少钱啊？50一个，随便聊。哇，这个煤油灯怎么卖啊？100。这是真的假的？多少的？700。买100块钱可以买不少东西。我看一看。100块钱在我家可以买20个小东西。他有没有跟你讲过他喜欢什么？给我透露一下。你要说北京话，别忘了。好。买不买？给你吧，我这已经很便宜了，380。老板，就100块可以吗？100块不可能，求你了，那不可能，求我也没用啊。要不我花350，我自己垫250，然后买的时候我骗他说是100块钱买的，怎么样？结果如果100块钱给我，就买好多别的，行吧？你把我那个，你把我那个红楼梦买上，梦梦，我把那个书买上，1216的，8万。那么贵？我就把这个送给你。100啊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这50块钱。这3块钱，这是才穿的，山上的果子。原来是卖25块钱一个，现在卖15块钱。Later。松香吗？对。你还会拉吗？不错，我试试看。我很专业的，我真的很专业。走。杀驴呢，姐，别搞了。他这个就是坏的。那你猜这个多少钱？他可能之前是个好二胡，但他可能就是太久了。他这是蛇皮，他已经没有弹性了。应该他这是个音箱，后面应该有那些东西挡住的，然后也没有了。就能值钱的可能就是松香吧。我猜这个二胡也就最多40块钱吧。老板，刚那个二胡最低是多少钱？是？我不买，60也卖给你。OK， 这里花了60，我还有40块钱。女士的送女孩的，25块。但我只有100块，我有
钱找你，朋友钱找你，真的不难看的、这个包背着不难看，您背着挺好看的。我八十了。您八十了，25，好嘞，谢谢阿婆啊，身体健康啊。好不好看？我可以问一下你选他的这个原因吗？你得告诉我。因为女生女人都喜欢包啊。还有这个，这个世界突然变成了黄色。这个怎么样？似乎还不错。10块钱给我一个吧。还有5块钱。你居然5万。这个多少钱啊？5块钱一个。那您给我拿一个5万吧。可以。Happy anniversary. 你笑纳，你看后面是镂空的，夏天穿还不热。战术马甲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是60了，可以再少点吗？这么便宜了。你们看他买什么？似乎还不错。10块钱，拿一个。我靠，他在我想买墨镜的店，真的还可以啊。这个应该有创意吧？虚拟飞机，听起来是个太极阴阳。20吗？啊，这要20。我们家全部是欧美款，不是国内的。时尚单品。把壶给我。没想到我们买礼物这么有默契。来，对劲。你也有吗？对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，哎，还有，还有。这是原来老麻将。前面是骨头，后面是竹子。八条意味着发。咱俩真的绝了，我咱俩是不是到一个店去买了？想必是的呢。在这儿发起一个投票啊，你们觉得谁的礼物更值？如果我点赞过，过多少？过1万。如果大家点赞过5万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早说我买个9万了。那要是过5万你干嘛？过5万你直播拉2胡。我这个人有点马虎，容易把日子过糊涂了。还好有米老师，总是准确地记得我们是哪一天相识，哪天在一起。比起这些，我脑海里回忆起3年前，记忆更深的是刚在一起时他要进组拍戏。我那个时候整日慌张，一走就是3个月啊，这比我们认识的时间都长。这恋爱不会谈的有什么变数吧？剧组里是不是帅哥很多呀？哎呦，赶紧搜的都有谁？哎妈，确实比我帅，这可咋办？就这样，我跟个小媳妇儿一样幽怨着，又不敢表现出来。于是送她去机场的那天早上，我抓了头发，刮了胡子，戴上隐形，喷了香水。她问我：“你一会儿是要见别人吗？”我支支吾吾的，心想着哪怕我们不会再见面，也得留个好念想给你。互换挑战很棒，相信只有最熟悉的人才可以玩这个。回过头，原来我们已经走了那么远。转眼3年，那种慌张感早就没了，那种不确定感带来的悸动也跟着不见了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定感。那种感觉就像是，我有点形容不出来。曾经读到过一段话，虽然是形容母子情的，但用来描述那种感觉似乎很恰当。目送里说，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，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，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那个人晚上又平平常常的回来了，书包被丢在了同一个角落，臭球鞋塞在了同一张椅子下，长长的路需要慢慢的走。